我比他紧张哎，因为我怕现在的功课是很多了，越来越多，怕他认付不来。昨天，潮妈陈慧琳出席了某品牌宣传活动，一袭美艳长裙亮相的她，翩若惊鸿，宛若游龙，身材一点不输少女。如今，两个宝贝健康成长，当然少不了母亲陈慧琳的细心呵护。入冬的时候，我就会开始担心了，因为那个他们开始会生病，所以我会很担心，要常常要带他看医生。